删了。他说那我等你一会儿。过了二十分钟我们说怎么老三还没打完，这三个小时到、啊、三个小时到老三我就尿了。留点那个水源水，不要都是。腾腾回去了，腾回头了，腾回头了。来了，哎呦我操你妈，杀掉了，打掉打掉打掉，哎不能再踩一脚了，怎么办呢？费事你卡，我要死。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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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啥情况？我扛，你正常的正常的。那我没水吃了，我操！我傻逼，水正好消失了。我刚才有点撞。我想一下，我怎么要动？翅膀开了。我稍微接近一点啊，路。可以可以。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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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到我了，加到我了，行。那我就不怕。哦，有水了，有水了，清掉了，可以。我拉开一点啊，他这边藤跟过来了。结束了，一辆回来接我，我再吃一半我就死定了。嗯，赶紧打掉那边小路，过桥、啊。小路这边，小路这边赶紧打。过桥进去。掉了9%，9%。往回带，往回带，他已经没反伤了，往回带，往回带。嗯，然后你赶紧来接 boss， 赶紧来接 boss。OK， 你接了哈。逃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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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逃了。好了，我操，这血量。给了没？给了，给了，给了，给了。我接了，我接了。有个鬼墙啊，自己动一下。啥木能死了？能爬吗？能爬吗？好，带了月亮，带了月亮，带了月亮。哎。我操！嘲讽按下去那一瞬间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不是我好了，可以了。好，治疗注意留一点技能。这个头往外带，这个头往外带，闪开一下那个头，然后有包抄，注意躲一下。给了技能吧，我接了啊。给到了。好的。这旁边的附近的藤稍微清一下。治疗加大了，谢兰了。好，往中场带一点点，就最后一点点血了。往中场带一点，不要往龙梯那儿走。什么？小心包抄！小心包抄！就这，可以不用动了，不要动，不要再动了，包抄躲一下。你有技能吗？我有技能，我自己有技能。好，你自己接，你自己接。有。所有技能。我有。过手我瞧了，打架。好，知道了。可以。过了。还是野团比较强。哎，别摸。啊不，可以摸，可以摸。